时间、空间、质量，三者完美的结合，孕育了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亿万年的不断选择和再平衡，促进生命的产生。水，生命之源，人类生存之本。当我们发现水不再清澈，天不再蔚蓝，我们多么渴望再看到碧水蓝天。 Balance， 一个在水行业不断进取的品牌。西安百恒博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专业、敬业、守信、创新为企业团队建设标准，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为经营宗旨。公司以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为背景，与西安交通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开发和产品工艺创新，已先后获得国家专利局9项专利，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公司研发的专利产品技术组合钻孔刀具，极大地节省了钻孔时间，由原来的45分钟左右缩短到15分钟以内。公司拥有的专利具有非金属嵌入环的玻璃钢膜壳，通过采用非金属材质替代原有的不锈钢材质的嵌入环，有效地降低了材料成本。公司最新研发生产的新一代高压力多开孔大孔径的 FRP 膜壳产品，最大设计压力达到1500 psi， 侧开孔数量可达到每只6个，水嘴孔径最大可达到3英寸，不仅满足了大型工程的大通量要求和安装的便捷性，简化了在工程中繁琐的管道连接，为客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工及物料成本。2009年12月28日，企业获得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2011年3月6日，公司新产品开发项目废水回用玻璃钢压力壳体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资金支持。同年11月，该项目还获得西安市工信委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2010年8月12日，公司拥有的 Balance 标识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注册登记。从此，百恒人从产品营销开始进入了品牌营销。企业经过近10年的技术积累和用户实际使用检验， Balance 品牌产品的可靠性和客户满意度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产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型重点工程和知名企业所采用。 Balance 膜壳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电力电子、冶金印染、海水淡化等行业和领域中的生产用水、中水回用以及废水处理。公司还可提供 OEM 服务和非标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我们将不断努力为用户提供更加可靠、安全、经济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为了更好地整合企业资源服务客户，百恒博众公司于2010年7月在上海设立了爱法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办事处，主要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全系列产品的海外营销推广和售后服务，同时自产、代理、经销与膜壳组件相配套的上下游系列知名品牌产品，旨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便捷、集成化的产品配套服务。
自然在平衡中和谐存在。 Balance， 一个不断追求和谐平衡的声音。 Balance， 您真诚的事业伙伴。